现在我买这一辆新车，因为我的车子哈都不能再西瓜，也不能再木瓜，我种了很多的西瓜木瓜，以后我就用这一台哈来再给大家哈。这台不错吧，铃木的哦。好，这是谁主唱？来看一下。这谁？这谁？这谁？这就是我们的汪志斌。汪志斌，我拍这一台的时候，他是我的背景音乐，他唱的。这就是我们的铃木。铃木。啊，这一台是不是中华的？是欧洲车哦，欧洲的哦，哦，它的是欧洲原装进口的，日本的哈，日本的引擎啊，你看它是这个可以载很多哈，到时候我再载一些，那个西瓜啦哈，还有木瓜到我们汪志斌的那个服务总部，我说到就做到。因为我在那个乡下种很多，这个我们还有其他的车子，我等，到时候我再把我的那个车子换这一种的哈，这一种也不错啊，你看，我这个我要顺便换，我那一台旧车在外面，我也顺便把它换成，我这两台都是我的要换的，今年要换的。我那一台已经开五年了，到时候我不是开这一台就开这一台，到汪志斌的竞选总部送你们吃大西瓜。